要去哪里？我现在要去月后场子。干嘛？我还真不知道干嘛。本来预计是要滑雪，可是看预报，100%会下雨。所以呢？所以应该就只能泡汤吧。嗯。然后吃个饭。吃饭。然后就吃饭就回家，超废的行程。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月后汤泽站，但是因为我们太没有在查了，就是公车时刻表，所以我们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去滑雪。雷包，雷太雷。然后所以我们只好来，就是月后汤泽站非常有名的，就是喝酒的地方，很有趣。酒，对。然后这边也卖很多的酒，很多人。我们要用酒麻痹自己。对，然后它的门口长这样，哦、然后它里面就有点像是投币式的，就是你会拿到一个小酒瓶，然后就拿到代币，然后你想喝什么就去放在里面就投币。哦。要那我们先要先付钱还是什么？要先付钱。我记得是500块，喝到饱吗？没有啊，就几个啊。它就一杯而已，它就是一个就一杯，所以它可以五杯吗？哦，点了吧，好，这是我们的小酒杯。哦，然后你可以看，我会不会喝完就倒在这？哦，是很多美酒，那个月后五十支美酒，然后我那个月之美酒，我觉得很好，我记得很好。哦，啊，这个是烧酒。对，烧酒，它是冰，然后你可以去那边自己温温杯。是哦。然后那边有海米。什么海米哦？11月的海米。对，它会有写号码，还有那个后面的那个酒。哦。然后这是2021年的排名。对。那个月之鹤看起来就应该要喝一下。好。现在都上榜，还有什么 N88？了解。然后来这边。可以放用过的杯子。哦，等一下丢回来。哦。他有卖那个小花，就可以一边配着吃。哦，是温卷。因为你拿去温卷。哦，放在那个勺子上，然后放进去。放下去温卷。好，这边很多盐巴可以。盐巴是要加在酒里面。哦，小黄瓜也可以放在手里面，然后放在舌头，就是弄那个味道，然后再喝酒。哦，是哦。第一名是110，我来喝喝看到什么月之鹤。好啊。你再来喝对，你看有10杯的意思。110在这里，月之鹤。这个，这样放下去。然后。好了。好。对了。Yep. 哦，你先喝清酒。会不会是我不敢喝的？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想喜欢，那因为是米酒。是哦，那你等一下会不会喝10杯，然后就醉倒在这里了？因为是混酒。而不错，其实不错，香香的。哎，其实我可以接受哎。走。就是它虽然有酒精味，可是不是那一种我不敢喝的酒精味。对啊，它是米酒类的，就是它淡淡的味道。好，好喝哎。这第一名感觉。好喝。不错，而且它的酒精浓度应该没有特别高。是哦。嗯。其实也是那种小米酒的那种，米酒有15%的时候没有特别高，我觉得没有特别高啊。哦，你等一下就看到一个醉倒的人，你还要把他扛回东京哦。嗯，那我们就把那个排名都喝喝看，102，这里N888，这看起来也不高，浓度你看都不高，我觉得应该是
不会太高的浓度。我直接这样滚起来，这没问题吗？我不知道，我的那个酒量。哦，米酒啊。这比较好，我觉得这比较好喝。真的、哦。对，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我比较喜欢刚那个，因为刚那个有一个甜味。可是这个很特别，有一个酸味，带一点酸味。嗯，还好。嗯。我觉得这好清淡，对，因为它都不算那个辣口。可是都是我敢喝的，对，我不敢喝，就是有一些酒精味会辣辣，会辣口。啊，我们在第三名是，我们就看十一月啊，九十哦，第三名92啊，92啊，好难喝，都是纯米酒，可是这会辣哎，是哦，它比较辣口的感觉，那你要加油啊。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排名。可是我等一下想要挑一个美酒，就是用美酒。有，下面有那个，我你等下可以去喝那个月后50，我记得月后50还好。好。好啊。然后一个整喝起来。嗯。其实500块这样非常的划算。我比较担心我的状态。我走得出这个车站吗？没有。还好。还好是什么？不会辣。会不会刚好就是不会辣的，大家都比较喜欢。蛮香的。现在他要自己来尝试一下美酒。哪一个你推荐？我记得这个月后50是吗？我记得月后50是很浓，然后可是味道很，就是梅子的味道很棒。然后月之美酒是蛮平衡，然后这个是现在上榜的是长泽胜。那我先喝看这个，很浓哦，很浓很浓。你不是说梅子很浓，不是酒很浓？而且它有两个，它有两枚，因为它比较贵。哦，好，我们喝贵的酒。对，好喝哎，非常好喝，甜的。我想买这个回去，真的很好喝哎，再喝一口再给你。这个就是梅子，这个才是梅酒。我以前喝的都不是秋雅，我想秋雅真的只是大家知道，可是其实秋雅在日本是喝完这个就回不去了吧？这个会很贵。我忘记了在外面买，等下去买个一两支。对，然后这个酒感我记得会比较重，然后刚才这个就是甜味，因为它没有什么酒感。对，它你看它心口度是1%，然后酒感几乎是零。你看它其实比它趴数还要高哎。这完全就是美酒，真的，真的。我拿回去骗我妹。这真的很赞，所以我让你知道另外一个月，真的，我让你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感觉不同的。这个梅味没那么重，可是它有一个味道，就酒感比较重，然后合在一起的感觉。我们来温了大概1分半，喝喝看。哦，好香啊！你要不要像我？嗯，非常香，香香甜甜的。哇！我那个整个梅子的甜味整个冲出来，这好适合冬天呢、啊。我觉得整个，这很适合吃生鱼片的时候来一壶哎。哇！这整个甜味就爆了。我觉得年夜饭的时候，然后桌上就有生鱼片，然后就是干嘛？好，然后就是温一杯。哦，这不用加任何的什么去稀释它的浓度，对，它是蛮高，就喝起来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刚才那个月后是，其实那三种梅酒，我其实觉得都可以买，对，因为都算是顺口的梅酒，对，应该这样讲。我说实话，就都比秋雅好喝，而且好喝蛮多的。而且像我这个不敢喝酒的，真的喜欢。然后所以那三个我记得这边都有卖，所以可能看如果想买的可以在外面就是去买。那我们好啊，那我们把这个反包回去。其实这就是一个喝酒兼玩乐的。我们现在要吃米的冰淇淋。闻到很浓的咖啡香了。对，就是咖啡
米冰淇淋。我先吃。好。我脸好红啊。这个。喝醉的人在喝冰。这很像用咖啡粉泡的，但是冰很好吃哎。对，它原味冰，我吃过原味冰，就是蛮好吃的。好好吃哦，就是它有一点咖啡苦苦的，配上冰淇淋甜甜，蛮有趣的。好像可以再来一个口味。嗯，不错。可是单吃冰淇淋感觉会有点甜，可是配一点苦味，我觉得很刚好哎。对不对？嗯，蛮好吃。好吃，好好吃哦！这里真的很棒哎，没出车站就觉得好好玩。现在是我们在月后汤泽的车站泡了温泉，加了酒的温泉之后来吃午餐。这个是荞麦面，天妇罗，或者是乌龙面，赶快试试看。来，一手。这你可以直接吃，因为不会烫。对，因为它冷的。我这一手那么多。还好只有点七手的，我觉得我根本吃不完。它是很 Q 的那一种。但我没有特别喜欢吃很 Q 的，但它拉汤的那个还不错。哦，嗯，然后本身有一点点味道，给过了，但没有到特别好。炸虾超好吃，有尸体啊，它那个皮就是炸皮，很酥。然后刚刚的那只虾很鲜，嗯，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上了一壶这个是煲汤，然后店员说是等这个面吃完之后，把高汤倒到这个碗里面，跟着剩下的酱汁，然后可以喝，特别，很特别，对。这个玉子烧也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Momo Paradise 旗下的 Nabello 寿喜烧，对。然后它有三种方案吧，一个四种，一个是猪吃到饱，一个是有牛的。知道吧？一个是有国产牛，有猪，还有牛舌，所以我们就选特选的这个方案。然后一根加税是5500，然后汤的部分它有呷哺呷哺，还有苏吉亚吉，还有这是什么盐的汤？盐汤。然后还有泡菜汤。然后选两种的话，每个人要加220，所以我们只有选寿喜烧而已。然后另外还有饮料的部分，如果只是软性饮料就是300就吃到喝到饱，对。但如果是酒精是1500吃到喝到饱，嗯，对。然后蔬菜是自助区自己加，所以我已经加了一些了。然后肉的基本盘，这个是国产牛，这是国产猪，这是牛舌，只有这三种肉可以选，5500哦。好，没有，它是你前面的这些也可以啊。是吗？对啊。哦。它是加上去的、啊。哦。所以你前面的那些肉，就看你有没有想往前吃这样子。对对。好。对啊。它都是一步一个一个加上去，你看它是这个加这个，它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哦。对啊。标盖，等于说是多这三种可以让你选。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看要点什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动喽。好，开动。这里是酱料的自助区，好像什么都有，然后还有豆腐啊、冬粉之类的，一些蒜末、萝卜泥、葱盐，
后再就是一些火锅常见的配料跟蔬菜，我是自己加起来。然后还有白饭可以吃。这边是饮料区，还有冰淇淋的部分。吃完了你觉得怎么样？觉得还可以啊，以这价格来说还可以，但没有到特别惊艳。那你就之后就吃看真正就是贵的寿喜烧到底长成这样。我觉得这个肉其实跟吃台湾蛮多的寿喜烧都有提供到这种品质的牛肉了，对啊，是一番地，还有一番地应该有，一番地我觉得差不多，对，而且一番地还比较便宜，对吧？它比较特别是它有牛舌，对，然后煮起来也还算 Q 弹好吃，对，可是因为前几天我们吃了旭旭苑的牛舌，所以我们现在对牛舌要求有点高。养刁哦，对，被惯坏了，所以现在觉得哦，这个牛舌好像很普通，就是一块 QQ 的肉，不过就是体验到了日本的寿喜烧。然后我以为汤汁会很甜，结果其实汤汁还蛮咸的，跟台湾寿喜烧店的酱汁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来日本，不用特别来吃寿喜烧。好像还好，除非你真的很想吃蔬菜，然后找不到蔬菜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吃一下。